陆景年，我说过，只要你让乔乔伤心，我会不顾一切把她抢回来。随便坐，暂时先在这儿住两天吧。 一鸣哥，谢谢你啊！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，累不累？要不要我带你回房间去休息？没事，不是很累，现在倒是有点饿了。我都给忘了，还没吃东西呢。我听说孕妇的口味经常变，想吃什么？有点想吃锅贴。好，那你先放松一下，放松心情，对宝宝好。 陆总，我护士站也问了，监控也看了，看到乔乔自己一个人跑出医院，但是后面监控没了，不知道跑去哪了，我先报警吧。他电话还是打不通。哎呀，再去找找吧。再去找找吧。我走了。 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你没事吧？ 抱歉，吓到你了。我刚才本来很想吃的，但是现在……没事，我知道孕妇都这样。那你现在有别的想吃的吗？我吃不下。那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吧，我就住在对面，随时可以叫我。嗯。放心，我们会调取全程录像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哎，谢谢。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.